这画的歪的，我要是有阁主那双巧手多好，真不公平。他一个大男人，那么会画桃花妆干嘛呀？要是能天天帮我画该多好。或者，我要是有夏侯雪那些用不完的头饰墨额，我也不会这么伤脑筋了。哎呀！ 这个好像太素雅，这个会不会太浮夸？ 这个颜色，他会喜欢吗？哇，这么多头饰墨额，都是送给我一个人的吗？ 喜欢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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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喜欢！哎，不对，他说到底就是讨厌我的流星痕，真的有那么丑吗？谢谢阁主，我不要。为什么不要我送你的礼物？就不想要。 我要去睡觉了。你什么表情啊你？觉得我的流星痕很丑，就直说嘛。送什么礼物？ 不是珠宝头饰，青青最想要的。 是去除额头上的流星痕，可是。